提到凝脂，不禁让人想起他的 AD 梦奇。凝脂对于这个英雄的掌握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目前凝脂有四个英雄都是100%的胜率。他使用杨戬在西部决赛中更是发挥非常亮眼，对敌方后排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。他的老夫子与最初的东皇形成双向控制，是团战胜利的关键点。同时凝脂也拿到了本赛季第三个四连超凡。阿彻属于全能型选手，战士型边路和坦克型边路都很擅长。阿彻曾在采访中说过，会根据团队需要去练习英雄，会为团队的进步去做出改变。他的英雄池深不可测，能够和无痕互换位置，在搬选时让敌方无从针对。阿彻的花木兰至今登场21次，胜率高达 85.71%， 可谓是本赛季第一花木兰。凝脂与阿彻同样作为边路选手，两人在英雄池上有一定的悬殊。凝脂擅长的梦奇在现版本遭到了削弱，而阿彻全能型的边路让 Hero 九境无法针对，但凝脂多次带领队伍翻盘，也在比赛中期待他的表现。